大家好，我是小戴。今天我们要煮面条吃啊，我来地里面弄一个凉菜回去，就是那个红薯叶啊。红薯叶凉拌是非常的好吃啊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上次拔红薯苗这里啊。我们挑一点嫩一点的，然后回去煮着凉拌吃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摘好了。摘了这么多，两个人也够吃了。现在我们回家。哎，奶奶平时还
多久换时间？多了。好吃不？可以。如果有百分，你觉得好多分？给你99分。99.9。这真的太好吃了。虽然在我们这里是猪吃的，我们这里是喂猪的，喜欢吃的朋友可以试一下，还可以炒着吃啊。我们这个是凉拌的，可以试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了，我是小戴，拜拜。